觉得整个半月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Chaturanga Dandasana， 它可以帮你把身体整个前侧的力量，包括腿，包括你的身体核心，包括你的手背的力量建立起来。尽量看着前方，让身体一直延伸，肚子一直提着，手肘弯，弯到90度，整个身体都是有力的。但是我知道这个动作对一般女生来说很困难，如果你很辛苦的话，试试看先跪在地板上，看着前方，吸气延伸，吐气，手肘弯，吸气延伸，吐气，手肘弯，吸气延伸，吐气，手肘弯。也许你可以越做越多，也许你可以让手肘弯到90度。一般人因为没有力量可能会犯几个错误。第一个，可能会变成这样做，没有意义，练不到练的东西。再来，手肘外开，肩膀脖子会变得好紧张，也不要，尽量让手肘是夹着的，夹着身体两边，然后尽量不要让肚子垮掉，尽量保持你的肚子不要掉下去，一直线的身体才会练到你的上半身。